PB 100，黑心玻璃。今天是3月19号，我们今天又来到 Arrowhead Provincial Park 来这里滑雪。今天已经是3月底了，天气还是这么多的雪。雾霾刚过去，看来雪况不错，人很少。Let's go. Let's go.请开始你的表演。